今天有什么？为什么那么多人？有展览吧？这外面都爆炸多人哎、欸！对啊，有展览。还是卖了 ？Parking 这整个爆炸多人。Parking 我是暑假吗？观光客，原来是啊，暑假跟观光客什么关系？马上就飞来台湾了、哦，那也太快了。